肉质细嫩，味鲜汁密，营养丰富。原料是河鳗一条，葱几根，姜两块，丁素粉十克，北极鲜香精、鲜酱油、鲜茄汁适量。将鳗鱼切成段，剖开去骨，切成鱼块，别切数刀，但是不要切断了。鱼块放入碗里，加美极鲜酱油、鲜茄汁、鲜鸡精、丁素粉，葱切碎，放入碗里，一起拌匀。加盐、糖，搅拌均匀，翻匀。锅里加油，油烧到八成热的时候，将鱼块放进去炸，炸到筷子能插进去，小火熟熟了，盘出鱼块，用刀将煎熟的鱼块再切成条，吃鳗鱼块时可蘸上辣酱油，味道更好。